家話 ，Hedy 第一次咧獨遊啊，好緊張啊！究竟會好多嘢出錯啊，定係成件事好順利呢？不如大家陪我一齊自己一個去旅行。我嘅目的地係納戈亞名古屋。我想讲咧，我着咗一对鬼唔知你去好冻地方嘅鞋，呢个系 UGG 嘅厚底鞋，劲得意啊！我终于有机会着啦，佢好似一个面包啊！后边就系闸口啦，个感觉咧好唔真实啊！冇谂过自己会尝试一个人去旅行，系啦，我系一个超级依赖嘅人嚟嘅，一定要有朋友喺隔篱啊，倾下偈啊，跟住一齐去玩啊，去食嘢咁样，咁所以咧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啦。好啦，咁下一幕就应该喺日本嘅时候再见啦。飛機 delay 咧，我哋遲咗一個鐘度，而家已經係日本嘅2:30。我本來係應該未夠一點就可以到到噶啦，不過唔緊要啦 ，go go go！ 我而家個樣咧應該勁慘，因為喺飛機嗰度係瞓到死去活來。咁但係大家應該慣噶啦。而家咧我就要去揾，應該唔係 JR 噶，佢係寫電車啦。總之就係一啲鐵路咧。去咗名古屋市區先嘅，咁跟住我諗應該要轉車。今次咧我係完全冇 plan 過啦，乜都冇睇咧就衝咗過嚟，因為好忙啦最近。望翻前邊呢一度先，應該係呢度。咦，我見到有特急喎，唔知道電話仲有冇錢剩咧？我個日本嘅類似八達通西瓜卡裏邊，仲有1000多 yen， 應該夠嘅。我諗我要搭。右手邊嗰個，我想講成件事好突然啊！頭先係2:35啦，我見到有架係2:37嘅特快車可以出到市區咧，我就跑過去買飛啦，因為佢係有指定席嘅。咁跟住之後跑過去上車，我冇諗過一去到名古屋咧，我已經要趕火車。经过好辛苦的搬运行李过程，我而家就诶，劲快啊！我俾大家望下，我出咗地铁站1分钟咋，已经到咗酒店啦！我好感动啊，唔使行好远。我成日都唔记得咗影酒店出面系点样，今次记得啦。好啦，我去 check in 啦。呢度咧14楼系有公众嘅浴场啦，然后2楼就系听朝食早餐嘅地方。total 30000咧就系26487 yen。呢间酒店咧嘅日用品就唔系间房嗰度嘅，就要如果有任何需要喺呢度攞。哇，正啊！毛巾都系咁样喺度攞。咁跟住有梳啦，然后有啲牙刷啦。哎呀，有棉花棒啊，总之我唔使带过嚟啦。哇，都幾好喎，可以自己咁樣自助，有需要先攞。今次我住喺8楼812号房啊。咦，都大喎，比我想象中。我以為咧會係嗰啲勁細啦，跟住擺唔到夾嘅，唔係喎，我成個夾推咗入嚟先，俾大家望下。是可以完整摆到个夹噶，同埋都几智能噶。我一行入嚟，个电视就已经系会打开啦，跟住啲灯就会着啦。哇，侧边仲有个 sofa 添，400多蚊啫。我仲可以喺度做嘢啦，有张台啦。隔篱咧 ，hello， 就系一个洗手盆嚟嘅。咁跟住咧，呢一度应该系厕所啦。冇錯，咁我呢度係冇浴缸嘅。去到呢度咧，啊，應該係廁所啊，係啦，佢咁樣分開咗兩邊嘅。跟住門口嘅呢個位置咧，就會有個可以掛衫噶啦，有塊全身嘅，都係忍唔住。Hello， 咁一個人住，我覺得個空間已經非常之足夠噶啦。咁都係住3晚啫。
設施方面咧，佢都有風筒啦，然後下邊係應該攞過去浸温泉嘅籃啊，哇正喎，唔使自己攞環保袋。跟住咧就係雪櫃，可以買布甸翻嚟食，開心。係啦，應該差唔多啦，一個迷你房都唔迷你啊，我都覺得細細地五臟俱全嘅房嘅 room tour 就同大家介紹咗啦。化好妝諗住出去行下咧，見到一樓有地圖，而家酒店喺呢度，然後咧行應該十分鐘左右啦，就可以去到好多嘢行嘅一個商業區啊，叫做永實溪。咁咧食唔食鰻魚飯好啊？好吸引啊！我而家好肚餓，我見到所有好似好好食嘅嘢咧，我都好想食。系啦，咁就可以望下呢一个地图，周围行下啦。我复活啦，而家咧就行去商业区嗰边，条街咧好静啊，好舒服啊，气温咧大概系12-13度左右啦。咁所以你见我都未需要去蓝颈巾嘅，着住一件毛毛褛就够噶啦。咁我都有戴颈巾咧，应该夜晚我惊再冻啲要用到。系啦，咁我今日嘅目标咧。好簡單嘅，我要去Daiso啦，跟住300 yen 店啦，跟住所有想行街嘅地方都行咗先。而家時間係4:00幾，應該係8-9:00山咧都夠時間行下嘅。係啦，我而家係冇用麥噶，我唔知道收唔收到音啊。係啊，我懶得開個麥出嚟，雖然佢好簡單，仲要無線咧，都係懶嘅。咦唔係喎，有 Family Mart 喎，不如食個炸雞先啊！正啊，就是它了，我挺喜欢吃日本的炸鸡。它里面是挺 juicy 的，没问题啦，这里有我想走的地方，应该呢够我走到吃晚饭的了，正啊。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啊，想都不用想，直接拿个篮啦。我要血拼啊，大家等我的购物落啦。忍不住要拍啊，这里是有散装的搭搭窝，有个手柄啦、啊、然后那些盖啊窝啊跟着煎盘呢可以散装买的。这个要1000 yen 啦、啊、跟着个手柄是800 yen, 即是几十蚊咋。哇，这个很 OK， 而且个 size 呢是这样迷你装呢，一个人用来煮嘢食是非常之好。我有点想买啊，金山实闹死我。全部耳环都是300 yen， 我入了个结界。最后我是买了19,000 yen， 第一家铺子。来到我的第二站。这里呢应该又是大扫货的了，因为现在100 yen， 哎呀，我见到我的目标了，是种子啊，是啊，农夫现在要买很多种子回去，我要买很多日本的萝卜咯，哎呀好开心啊，我要扫晒全部啊。我想说300 yen 店呢已经打爆了我的环保袋，但是应该 OK 的，可以装完之后回酒店摆低啦，跟住之后再出翻嚟食嘢咯。原来一个人去旅行行街是咁爽噶，冇人话我买得多嘢嘅时候咧，我买咗劲丰富啊！我发现头先买贵咗啊，原来咧喺 Daiso 嗰度有个 department 叫做 Standard Products 啊，佢嗰啲嘢都系300 yen， 但系劲高质啦。咁跟住我啱啱咪话想买一个筷子，我唔知道有冇影到啦，系可以喺洗碗机嗰度用嘅，因为而家我用木筷子唔可以摆洗碗机咧，嗰度系300 yen 4对，呢一度系300 yen 5对咯，我要买翻嚟沟淡佢，我而家好心痛，所以大家如果系行开呢啲嘅话咧，唔好好似我咁样咁心急啊，呢度系劲多好靓好靓嘅。家品咧都是300 yen 咋，总共是8500 yen。我买了400蚊100 yen 店的嘢，搞唔掂啦！我而家拎住劲多嘢，咁因为实在冇乜点食过嘢咧，好肚饿啊！我攰到黐咗线啊！
我是三大袋咯買到，好誇張。不知道有冇去錯地方呢？啊 ，OK， 呢邊。哦，你話咁樣一人台嚟嘅？呢一個係超級獨嘅位嚟嘅，自己一個啦。然後上邊咧係可以揀壽司，跟住你見唔見到角落頭嗰度咧係有個扭蛋機㗎？一陣間咧就可以將啲碟放落去呢一個位置，每五隻碟咧就會有一個遊戲玩嘅。如果玩贏咗咧，佢就會跌一個扭蛋出嚟㗎啦。全部望落去都好好食啊！我要食，呢个系拌饭啊！佢哋一样系会有输送带送去你前面嘅，好细粒饭啊，劲平咯，好多都系百零英、十零蚊咁样啫。俾大家望下先，呢一嚿嘅拖螺，好似好肥咁咩？这个小贝柱呢，我是看到隔壁的女仔嗌了很多碟，应该会好吃，所以我就跟着来嗌。等我再看看她嗌什么，跟她嗌应该没事。大镬，她走了，我的参考人士离开了，好了，都是靠自己了。我仲嗌咗呢一个茶碗蒸，上面有只蟹钳咧，都系350英咋，即系20蚊都唔使啊！好啦，我而家要试下啦。上面咧就会开始玩游戏噶啦，今次咧系捞金鱼，加油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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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系捞到噶！啊，唔得啦，唔得！好，再嚟多次，今次系射击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要得啦，要得啦！冇啦，我食唔落啦！中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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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！真噶！我喺呢度，见唔见到啊？呢度咁样就有个波啦。咁虽然我觉得呢度唔算话超级好食嘅寿司，但系咧，佢都 OK 嘅，因为平啊嘛，都系百零英咁样一碟啦，即系10蚊左右都唔使啊。咁跟住之后味道系正常嘅，咁所以我觉得自己嚟啦，或者系同小朋友嚟咧都几开心。我上次系同妈咪去咧，我哋两个玩得好开心咯，会好努力咁样食寿司。临走之前都系开埋佢啦，其实真系一个好细嘅礼物仔嚟嘅啫。是一个襟章啊，今次，但是咧就会好开心咯，食寿司又得咁样，系咪先？好得意啊，当系一个纪念啦。